好，我是宁乖，健康好生活有 YouTube 的官方频道咯，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哦。问一下江医师哦，我觉得在台湾哦，要取得精致的饮食跟食材很容易，然后各式各样便利商店啊，或者面包店啊、小餐厅啊、小吃店啊，其实也很容易吃到一些精致饮食。哎，可是精致的过程当中哦，常常把原食物、全食物哦表层的某些营养素哦给去除掉了。那在台湾哦，其实这几年，比方说五谷杂粮类。或者是哦，这一个相关的这个饮食过程当中哦，很多人会尽可能的保留原食材哦。那主要的原因是初食的表层哦，往往有着难以替代的这个营养素，那一旦去掉了，非常可惜。没错，其实我们都认为说，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啦，不管它怎么精致，其实这个差很多。我有一个病人，50几岁的女性哦，那是还是上班中啊。那他得了糖尿病，那他传统上哦，他们家的饮食就早上吃粥，那我就发现他这个饭后的血糖控制很烂，你知道吗？那糖化血色素就很不好。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，那你大概碳水化合物不能吃那么多了哈，除了糖之外，你连淀粉都不能吃那么多。然后他下个月回来跟我讲说，给 Michael 的腰洗啊啦，哦，整天都没有觉得吃饱了，就是整天都活在恶鬼地狱中了哈，讲的好可怜这样。好，那我后来仔细跟他检讨，他说他真的没有吃到饭哦，没有吃到谷物类，他真的觉得受不了。那后来我跟他讲说，好，那我们尝试另外一个方式来满足你的饱足感。那你不然早上你把白粥去掉，你吃燕麦。那在研究里面，像燕麦这种粗食哦，事实上它的确可以不但不会增加血糖，甚至可以降低血糖，因为它含有很丰富的纤维素，它有贝塔葡聚糖。那这些成分在研究里面，在人体试验哦，做到前瞻的研究。跟有对照组的，你都可以发现吃了之后不但血糖没有升高，反而降低。那听了我的话之后呢，他就回去吃燕麦，然后果然你就看到他的饭后血糖就逐步的降下来哦，从动不动饭后到260、270，那就降到剩下120、130哦，基本上120、130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哦，不要说糖尿病病人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你吃一点粗食哦，事实上对你有很多好处。这么精食呢，因为我们在加工，比如说你磨粉。磨粉会增加我们的淀粉释放到血中的速度，对不对？第二个问题是你去渣，去掉纤维素，你就去掉很多的这个绑住淀粉的这些东西。因为我们很多纤维素把淀粉绑住，所以淀粉释放的很慢。没有纤维素，说淀粉就释放的很快。然后呢，没有淀粉，没有纤维素，你也比较不会吃到饱。对不对？那更不要讲说哦，你为了这个加工过程，你添加很多的什么各种药物，我就跟你讲说，很简单一个东西啊，你说吃一个饼干，你没有看到40个成分？对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你为了在吸引消费者，让它变得好吃，你加了很多糖，你加了很多盐，就像我们连一个吐司面包都可以变成一个高糖高盐的食物，对不对？高油的食物。那粗食相反的，它一般来讲都有足够的纤维素，而且这个纤维素不但提供你纤维素，它还帮你把淀粉绑住，不让它释放，对不对？它可以制造你便秘，预防你便秘，然后呢，保护你的心血管，然后减少你热量的摄取。所以其实精食跟粗食来讲，其实粗食是很有必要的。江师也要提醒大家，在台湾加工食品哦，这个各式各样的选择都有，但是加工的过程要小心磷的这一个含量。那特别有一些肾脏疾病的人哦，更要控制好相关的这一个摄取。没错，我有一个病人，大概60几岁的男性，肾脏病第四期。那其实他四期追踪一段时间，然后肾功能不但没有变坏，其实是慢慢的变好。他从看到他的时候，肾功能大概16、17，追到后来就变26、27，就会有一次来看门诊，都突然间发现，怎么急性肾衰竭，而且马上掉到剩下12，我就问一下，也没有止痛药，也没有药布，也没有什么酸痛药膏，也没有吃什么东西不对，又搞了个半天。他家人说，因为他本身因为被我们限制很多东西嘛，什么磷高不能吃，钾高不能吃，结果他就给他吃一点那个外面买的那种营养品。他想说他爸爸那么瘦，好可怜，对不对？就给他吃一些营养品。结果我把他营养品拿来看你知道吗？一个简单的营养品里面加了4种磷酸盐，好，重磷酸盐、拼磷酸盐、焦磷酸盐，
还有磷酸盐。我跟你讲，磷酸盐哦是食品加工界的宠物啦，宠爱的东西。为什么？一个不同的磷酸盐，它在食品加工，它有18种不同的用法，从保水剂、品质改良剂，然后呢 pH 值调整剂，然后防止硬化、乳化、增加乳化，哎，攻不了，好，所以一个东西里面加了4种磷酸盐，所以这个病人后来抽血发现，果然磷很高，然后他钙也不低，结果磷跟钙两个就很容易沉淀，它造成急性的肾衰竭。那后来我们就赶快把想办法把他的磷钙都降下来之后，他生活能慢慢又回到16、17那个程度。那磷钙怎么降下来的？我们有很多种方法可以降磷降钙，譬如说我们有一些比较贵的降磷药，它不含磷不含钙的。好。它可以把食物中的磷通通接走，可是又不会增加钙含量。好。不过当然要病人要自费了。好。这种情况其实是。我们在肾脏科 practice 的时候，很容易看到这个问题，就是病人一不小心就会吃到加工食品。那加工食品里的磷为什么让我们害怕？你知道吗？譬如说，我们常控制病人磷呢，叫病人说：“你坚果不能吃。”其实坚果没那么可怕，是因为坚果里面的磷啊，被吸收度大概只有30%了。所以它高，可是它被吸收不多。那很多人怕磷，就不敢吃乳制品，不敢吃肉。其实肉跟乳制品里面磷的被吸收大概就50%。可是你要知道嘛，加工食品里面被加的磷，包括你在可口可乐喝到的磷，它是100%被吸收。好，可口可乐，它加磷，为什么？磷酸盐，为什么这种东西要加？我就跟你讲说，磷酸盐有18个用法，所以它有很多重要用途，所以几乎所有加工食品你都会看到它。所以它在加工食品里面的用途太多，用量太大，导致于美国人大概1/半左右的磷酸盐是来自于加工食品，不是来自于天然的食物。像这个东西都容易造成肾脏病病人代谢的负荷，甚至于引发急性肾衰竭。其实吃这些食物的方法，虽然我觉得很辛苦这些长厨的人，不过事实上是有代价的。研究说自己家里开火的人死亡率比较低啊。那第二个事情是我讲我一个病人一个案例她50岁出头了一个女生，那来看的时候发现这个病人居然头晕了，那头晕了查了个半天发现贫血了，那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贫血啊，不然就是肾脏坏掉，肾性贫血啊，不然肠胃道出血，对不对？结果查了个半天什么都没有了，后来仔细一问这个小姐她是毕业之后她事实上没有上过班。因为他家境比较富裕了先生也很有工作成就，所以他整天就做着贵妇般的生活。然后呢，他又很喜欢吃这些什么下午茶啦，然后一整塔的那个各种烤完的饼干啊、马卡龙啊什么这样吃。结果我们发现说，他不但铁不够，他的骨头都坏掉了。才刚刚要停经才50出头岁，连骨头都不行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吃的食物就有一个问题了，他老是吃这些所谓的营养密度很低的食物了。所以呢，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淀粉被加工完磨成粉之后，淀粉里面已经纯粹剩下热量，什么都没有。它里面原来它当作一个谷物，它所含有的纤维素不见的，维生素不见的，矿物质不见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它成天只吃这个东西，所以它当然就会造成营养密度偏低，造成这种容易吸收不足的东西，像铁啦、钙啦严重不足。那甚至还导致贫血，还导致早发性的骨松症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东西的营养密度高。其实营养密度高说它不只带热量，它用来燃烧这个热量所带的这些需要的维生素、矿物质，它通通自己带着。这个就是营养密度高。那相对营养密度低的东西说它只带热量，其他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你吃了它要燃烧它要利用它，你不但没有吃到足够的这些维生素、纤维素、矿物质，你还要用其他的人的其他的食物里面的矿物质来燃烧它，所以这个叫做营养密度太低。那像这个病人后来警戒他，然后补充之后，人家血红素马上就上去了，因为到底还年轻嘛。骨头疏松也很快就进步，所以证实食物的影响比你想象中大多了。不是说一定是老化啦什么东西。像他50几岁，很多人就跟他讲说你这个骨松症啊什么东西，年纪变大造成的，其实没有补充补充就好了。